2021, they just looked really poo. Management need to do a better job of catching these things as well, right? That is a failure of staff. Guangzhou 松风队第一阶段耻辱性嘅大败. Guangzhou still having a very much on struggle street. We can have a look at them here. They signed Xerneas, which for the uninitiated, Xerneas is Yveltal from the Chungu Hunters. So Yveltal has rebranded. Jimmy Xerneas? Yeah.19年是我第一次加入OWL联赛嘛，然后当时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应该就是新人，就真的是个纯新人，不管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还是从各个方面上来说，都算是一个就是真的新人，就当时什么都不懂，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 21年其实还挺想说，因为21年大家都知道，就是21年一开始，就是我被下放到学院队了嘛。发生了那件事情后，其实我也就是认真思考了一下自己的就是一些职业态度，就确实发现了自己确实去年的一些职业态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没有摆正自己职业选手这一个位置。 就是在去年，就也做过一些比较不职业的事情嘛。
like at the first time, like I didn't know why teams are not picking up in this offseason our both support players, because I think they were pretty good at game. 刚踏入就是广州基地的时候就感觉哇，这他妈才是俱乐部，这是可以说的吗？就因为就是在成都嘛，因为成都就是是租的一个别墅嘛，就像家一样，就是在别墅的一楼就一个很大的大厅里面，就是放电脑，然后就当训练室嘛，然后楼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房间嘛。但是广州不一样，广州是有一个，广州是就是有个公司，然后有个专门的训练室，有个专门的训练室，然后还有各种健身房之类的，就是设施，还有甚至还有游戏大厅，还可以打台球、打乒乓球之类的，就感觉太屌了。反正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我操，太屌了。我因为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好像第一次就是来那么正规的俱乐部。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皇冠掉了，超太大了。我赶紧吹着吧，别给大家上强度了。我九次是无敌血，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过来吃个甲。我他妈跟你往前跟。没有啊，是不是没有啊？敲那一下，我们要开团，你为什么要敲这一下？这位置我不敲，我不敲，不是让他们走出来了吗？就是让他们走出来，我们才能开团。他们不走出来，我们怎么开团？我这个操作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性格比较古怪的一个小孩子吧，在我看来是，然后我也给到过远方一些任务，该怎么样去跟他沟通？别狗叫，这里他妈队友他妈，我是他妈实地血。怎么样去帮助他变得更好？其实在第三阶段的时候，他也经常会跟远方会吵一些架，也会有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吧，就是这样子。I think Xianyas and Farway, the chemistry is really good. Sometimes during the screen, I feel they are blaming each other, but it's just a joke. But it looks like really like they really talk to each other about the games a lot.Actually, Fawei is a little bit special. He feels special for me because he started from the season, this season together at the stage one. 关于刚刚接触到我们广州冲锋队的时候，刚刚跟文哥联系的时候，其实有让我很多比较暖心的事情吧。之所以当初完成试训之后，然后在这个队伍里面也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管理层和教练组对于选手的用心真诚度，就包括就是平常之间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吧，就是让我感觉到这个地方确实是可以让我很安心的去专注我对于我职业的一个追求，所以最后能选择留在这里。我觉得我对于我个人的这一些年，从16年末到现在为止的职业生涯来说，我觉得是成为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成长型的过程吧。我觉得我个人是一直在进步，其中包括之前的每一次的经历的换队伍，或者说是去往更高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联赛的话，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经验。太累了，备战很累，训练很累，抡锤子很累。就是在这么些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每一次我遇到的一些挫折，或者说一些喜悦，或者说一些成功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让我会变得更加的更好吧。远方算是我从就是认识非常久的一名选手吧。他刚开始打职业，可能2016-2017年的时候，就我们就当时在同一个俱乐部工作。
我当时是选手，他也当时是选手，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其实当时就有认识了。今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我重建最开始的一个步骤吧，就是当时我有找到他，他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就我也跟他阐述了很多我未来的一些建队观念，我也跟他阐述了我想怎么样去做队伍，我也非常的需要他这名选手，这是算是我们信任的桥梁的一个开始。First, biggest important thing is,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like, trust, I think. I mean, trust each other, players, and between the players, coaches, and between the coaches, and between the, like, core, organization, like, between the management. T1, 没有没有没有，他在，他是二队，你是一队的，我是青训，啊，你是青训，我他妈十四岁，哎，你还不如 extra， 你还不如 extra， 他青训的小孩子，对啊，我打不了比赛，后来不是 OWP 你不是打的吗？没有，是最早2016年刚出的时候 ，SKG 拿冠军的时候，没有，你那个不是 MT OWP 不是上去打的吗？你跟那个什么，那个是2017年的事情，对啊，那2017年被我们爽虐，好吧。然后后来被老干爹挖过去了，然后去世界杯。哎，不是被挖过去了，我他妈直接被踢了，他妈被 MT， 我被 MT 踢了，我被跳猫踢了。我觉得要做一个好的团队，不仅仅是说怎么样去拿成绩，而是要去从根基上面开始，怎么样去抓好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基础吧。就慢慢开始有了我们该怎么样去改进这个团队的一个看法。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的氛围。然后包括我们该怎么样让选手能够拧成一股绳，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未来期许。우선제가광저우팀에3년동안있으면서2020광저우때랑이번시즌마지막이그나마가장성적이괜찮았었는데이두시즌들의공통점은코치님들과선수간의신뢰관계나서로의의견을존중해주는그런쪽에서되게높게평가그런쪽을되게높게평가하고있어요그렇게하다보니까자연스럽게성적이따라온것같고그분위기를토대로그냥좋은성적의뒷받침이될수있었던것같아요그좋은분위기하나자체만으로도리빌딩이되면서분위기가좋아진건확실해요선수개개인이서로으쌰으쌰하는느낌이되게좋았고게다가소통쪽에서도별문제없이되게매끄럽게진행된것같아가지고그부분에서우선저는되게게임하기즐겁다좋다라고생각까지했었고우선은그리고중국선수분들화웨이이베탈지미같이게임하는친구들이되게저희를많이챙겨줬어요한국선수들을재밌는농담도하고되게친구처럼경스크림할때나일상생활에서나그런쪽에서되게의지가많이되고그의지를바탕으로도게임에서도좋게풀어나간것같아서리빌딩은되게성공적이었다고생각해요对我来说帮助最大肯定是文哥因为文哥相信我然后给了我这个机会在广州冲锋队有一个最根本性的改变就是大家目标的统一性就是不仅仅说我们想的是怎么样去打好这个游戏而是怎么样把团队先放在前面就是他们在思考的东西就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得好不好啊我的发挥好不好我的个人的一个实力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会不会担心会被当替补啊我会不会被换掉啊这可能是我们以前一直碰到一些队员他心里面有一些想法但是到之后了来说的话第三第四阶段他们更多的是想输了我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思考我在团队上面我需要有什么要进步的地方我在这里是不是跟团队决策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慢慢的就进行一个快速的磨合，大家就是变成一个整体之后，才会在后面可能打得更好的一些。그때사실저희가1승11패였기때문에굉장히게임을하기힘들었고진짜그냥아열심히못하겠다고생각을했는데그래도이제팀원들새로왔고다같이열심히하는과정에서제가열심히안할수없으니까다시마음을좀다잡았죠 Trying to be like fearless and then trying to be like sometimes brain dead is okay as long as if you guys do the one thing I think if the plan is not the best one I think as long as if we do one thing we will get the result as a team fight or is Rex on back with another one took my ratchet I got me another gun doing problems ain't shit that I'm running from still can spin on your block and start punching some hold on wait stop it why the fuck am I always the topic these niggas be hating第三阶段的哪一场比赛打费城吧让二对三让二对三肯定是最让人就是印象深刻的、其实那第三阶段的让二对三打费城那一场其实让我们整个队伍的灵魂我觉得灵魂值上升就是因为让二对三的这种胜利的方式其实对于整个队伍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打鸡血式的意义的因为这可以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希望对就感受到了我们队伍可以有这种让二对三别人的能力我们可以有翻盘的这种能力对This is a story about love and loss This is a story about never giving up on your dreams This is a story about persistence Of course I'm talking about JimmyImagine if I had a name like Jimmy Ricardo Vote from the Jets, become the king of the cards King of the castle, king of the barstool Life for all, nobody thinks he's an asshole Pass the glass to Jimmy, everybody pass Jimmy has led us to victory Guangzhou Charge complete the reverse sweep against the Philadelphia Fusion The Fusion fans are crying, Ovaly is crying But Jimmy fans are rejoicing那个时候啊、我对买衣服啊买裤子啊买这种穿的东西没有什么很多概念。当时在广州因为广州经常给我们刷发周边发衣服然后经常每天穿的都是广州的衣服。然后那天去成都以后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当时也听说过就是说成都的经理跟广州这边关系也挺不错的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关系挺好应该也不会很在意或者啥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穿着广州的队服然后就下楼去训练但是就感觉每个人的眼睛里或多或少有点诧异或者有点怎么说呢甚至有的队员的眼睛里展现了惊恐的眼那种感觉然后我们领队就找到我就说你不觉得不太合适吗然后当时我也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好好想一想好像确实不太合适但是后面我又做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我把衣服换下来后跟他把其他衣服洗了然后就把那个衣服晾在那个阳台上从来没有收下来过然后就所以在所有人晾阳台那个衣服上永远有一件广州的衣服在那里迎风飘扬吧开始我最喜欢的 OWL 队伍嘛我最喜欢的 OWL 队伍应该是广东冲锋队打心底来说当时除了广东冲锋队没有想去过任何队伍 For Jimmy I think he was our the beforeHe was our UP academy player. To me, I think Jimmy looks like the player happy before. Jimmy, when we had the warm up with the UP academy and then at the moment charge, like he always beat the happy with the 1v1, you know? And also, I doubt that the first moment, I think
like, wait, what? Is he using the aimbot or something? So like, yeah, but it's not only for me. I think at the moment, the whole the charge coaching staff, Jin and Sungwoo, thought Jimmy has a really great potential, and I think we can make him better if we pick him at the next year, or I mean the 2021, and like he could be replaced the Happy's empty spot. And also, I was also sad because I leave the charge because I couldn't stay with him. But like, I didn't know what exactly happened when he joined the Hunters. But like, I was really sad because like, I thought, and I'm still thinking, like he's a great player. But like, 其实当时其实我试训表现差了，当时因为我之前也说了嘛，我两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智也不成熟，因为太想加入广东团队了，反而在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状态也不好，反而在试训的时候不亮眼，甚至就是没有在我们学员队跟主队在对练的时候那么亮眼，然后当时就自己搞砸了嘛，搞砸了以后当时特别特别自责啊，就是反正也每天也很不开心，但是当时又听说到当时又去成都试训过啊，但是在成都的话心态放得比较平和嘛，然后被王教练看中以后觉得能打 OWO 的话去成都我也很开心，所以说最后其实被加入到成都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很开心，就是两个试训没过跟我最后能加入成功队两个事情嘛，两个的情绪也都不一样，能加入成都练队我觉得也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荣幸吧。崩溃有什么好崩溃的，我觉得今天打完反而我觉得我感觉舒服一些了，没感觉跟他们就是完全不能打那种，你知道吗？我觉得反而就是我们自己很多就是我们自己没做平常做得好但是没做好的地方导致我们输了，是这样的，不是说对面真的打得有我们根本打不了那种状态，知道吗？我们能做好很多团战，没事啊，最后一张图后面状态还是整理回来一点，对吧？OK， 我这服了，那打个照片就死了，我崩溃了。2020年的时候，当时我有看过他试训，他当时来过我们当时学员队的一个试训。好巧不巧，当时我真的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选手，就是有超高的一些枪法，然后对于游戏有自己的理解。虽然当时跟他没有见过面，我也第一时间就加了他的微信，在可能两三个月的一个沟通当中，我就相当于持续在骚扰他一个状态吧，就跟他说你非常厉害，我非常想能够帮助到你，能够把你送上岸呀，就这样的一些情况。他最主要他当时拒绝过我两次，一个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情况吧，有一些薪水方面的一些担忧。其实这里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说了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可以，也可以提一提。当时，文哥自掏腰包给我补工资，因为他知道我在 CVG 的工资还可以，但是当时 IO 的工资其实很低啊。但是然后文哥自己没什么，自己的工资也没多少，但是他每个月还会自掏。反正几千块钱吧，给我补工资。像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住的公寓也叫百元，没想到两年后换了个地儿，住的公寓也依然是百元会，什么都没变。百元会的，
它好像是连锁吧，因为它是连锁的，所以它房间的格式都一样，跟我两年前住的那家百联合公寓格式都一样。就这种应该叫单身公寓吧，就这种所谓单身公寓，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我们这种选手住的，各方面条件也好。当时在2020年，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跟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争执。他当时枪位的造诣确实比较高，不管是枪法也好，还是任何的事情也好。但是我对于一个选手来评判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到他是他未来的潜力。所以说当时我给他安排了非常多的去练习其他英雄的一些任务，包括他比较不擅长的一些黑影啊、闪光啊这样子一些英雄。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场比赛我跟他布置了让他使用黑影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技战术布置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当时我们有一个相当于是2-0领先，最后被翻盘的一个情况。后面他在持续使用黑影这个英雄的时候，心态出现了一些波动。他一直想跟我说他想换成长枪去打，他想换成长枪去打。但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就是不可能去逃避任何使用其他英雄。如果打得不顺畅，我就要回归我自己打得比较好的一些英雄。如果出现了一些版本问题，当长枪打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当长枪这个英雄比较弱势的时候，那相当于来说他就没有任何优势了。我跟他吵了非常大一架，他也哭了。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文哥一定要让我去练这个英雄，难道练好这个英雄比赛输了都没关系吗？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赢比赛是这些选手唯一的目的，而不是去在比赛上练习其他英雄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文哥给我答复是说，他当时跟我算是就是说反正当着所有人面前骂了我。他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拿长城能赢比赛，如果我以后走向更高的舞台了，但是你不会，那跟他的培养我的目的就不一样了。他的目的是把我带到 OWL， 并不是让我赢比赛。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冲锋队的辅助选手发威1987。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冲锋队的输出位选手 Jimmy。就刚见面的时候啊，他特别热情嘛，特别特别开朗热情嘛。然后到后面接触下来，发现，他不仅热情，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闷骚的一个人啊。我觉得对他的最高的评价就是，我觉得他生活中都是在好像在直播一样，就是他走到哪里感觉他一直在整节目效果，就我觉得这是他比较牛逼的一点，就是他不管行走到哪里跟别人的说话，然后就突然就给你玩个梗，好像哇塞就给你来个冷幽默，对，所以你说他懂的梗比较多，我觉得他是特别一个有艺术的一个人。陈静雅图是 P 的 ，Jimmy Land also fast and also he never afraid using other language like thing either Korean or English. So I was impressed about his language skill. 애들 한국말 잘하던데 아까 나도 스크림 하는데 갑자기 지미가 오 씨발 깜짝이야 그러는데 진짜 한국인인 줄. 그리고 소전 시프트 없어. 이 말 개많이 하던데. 소전 시프트 없어. 아니 한국말 개잘한다니까. 아 지미가 한국말 개잘해. 이거 뭐 있었지? 소전 뒤에 막 그러고. 我没来之前我以为他会是一个很闷的人，但其实就很闷很凶的人。但其实他虽然男生用这个词有点怪，但我觉得他还挺可爱的，就是这个东西
虽然有点奇怪，但是好像第一反应就是这么觉得的。지미일단지미는저를좀많이좋아하는것같아요확실히좀많이좋아하는것같고저를자꾸저보고얼른중국와라막중국오면자기가하이라고사겠다그런데지미지미는절좋아하는것같아요지미가근데절좀좋아하는것같아요맨날막 Hey Choi, come to China. I can buy hide lao 맨날그러고맨날맨날중국오라고진짜맨날나오고그래서오케이오케이그럼이제제가 But we have to go first 아메리카하면은 Yeah, go go 그러고 Let's go 아메리카하면서So the, this year, stage 4 and stage 4, we play Web 5 a lot. But it makes me remember that our 2020 season, that time when we won the Drama Showdown champion. But before that, we also played Web 5 a lot. Almost every match we play Web 5. And then sometimes we win, sometimes lose. But it makes our team like a key work hard for winning. Because even we lose, we are just losing really close matches. I think the teams play Map 5 a lot is that team have a possibility to be a great team, strong team, and then they are trusting each other. Anyway, who win the Map 5 is not important. I think if the team going to play Map 5, it means their mental is okay to play Map 1 to 4. And then they are preparing for the next matches, even they lose. So I think the team play Map 5 a lot. It means next matches, next season, next month, they can be better. I think Huawei has a really great team leadership, I think. 他对于怎么样去站在前面去扛起这支队伍，怎么样去稳定住队友的心态，包括不管是比赛内还是生活上面这些沟通，他都像一个老大哥一样的去照顾着大家。上次那卢夏给我玩自闭了，他说我换布里奇塔就赢了。他说我换布里奇塔就赢了。我也自闭了，稳住好了，先听我说。现在我要是执行果，稳住，先秒都别猴子。不是我今天，好的，我知道，我今天长江状态贼好。别说上张图，别说上张图了，现在张图不就是开始打长老长江了？是前两把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OK？ 就左手交易了。不管是请客吃饭呀，去团建呀，他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他是想好好做好这支队伍，想把这里，当成他就是说能够打好职业的一个，相当于这个舞台吧。我非常感谢他。就是我从小，我如果要回忆很小的时候的话，可能在我家那边，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就是带领一堆小朋友一起玩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就是可能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嘛，在我那边。然后 Piggy 的话，我对 Piggy 的初印象的话，我就觉得哇 ，Piggy 这个哥们儿好像确实有点搞笑，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Piggy 其实是一个就看起来比较大只，然后看起来比较可爱的，其实我对比较大只的人其实是没有抵抗力的。他非常的乐天，他嗓门也很大，他跟选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融入队伍真的是非常的快。我觉得他是这个赛季我们得到的一个礼物。至于怎么样把他招进队伍，其实也和我们其中一名选手的话有一些关系。在Piggy 从北美赛区离开之后，他第一时间也联系到了就是 Choi 我们这边选手，他跟他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嘛。我们这边管理层也第一时间收到反馈，
我们一开始其实从上个赛季我们就比较欣赏这名选手，他有着就是很好的一个坦位的英雄史，他也有非常好的游戏理解，包括他的训练态度也是非常好，我觉得是我们想要重新去构建一个好的一个团队，有一个好的团队文化，他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团队的，所以说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也是尽快给他安排了一些相当于是试训呀，包括什么样一些情况啊，也是最终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就把他敲定下来，就加入到我们队伍。일단합류못하고집에서게임할때이제피드백적인부분이나좀그런걸다같이있을때못하는게조금불편했던거말고는없는것같아요그래도크롱형제가스크림이나대회할때잘안될때자기생각이야기해주면서어떻게풀어나갈지도얘기자주해주고이제예좀 그래서frankly say that result was really unexpected. Our expectation was we can win easily.I thought we could have won, like for sure, with no doubt. But you know, it is what it is. 第一张地图釜山，我们要恭喜广州冲锋队，恭喜广州冲锋队在第二张广大的上面。好像有点顶不太住了，广州冲锋队，我们要恭喜成都猎人队，让二追三，挺进了下一轮。一波围点打援。之前我一直特别特别想进季后赛，也是因为觉得如果能进季后赛了，我们能在美国见到小崔、Piggy 还有彩多拉教练，然后大家一起能在美国多留下一些回忆，包括 Chrome， 最主要的是 Chrome 也在，我们能在那边多留下一些属于我们这个队伍的更多的回忆。但是，如果要变成一个更好的选手，我们要变成一支更好的队伍，你们就必须要去克服这样的问题。杭州赢了，不能接受。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广州冲锋队就已经很接近我心目中就是心目中队伍的形象了，就是用一个良好的氛围，然后一个好的教练，就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好的团队，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我心目中最接近。好队伍的一个队伍了。他要吃的啥？来一口。有肉串的吗？算了。减肥。第一年是伦敦，后面两年都是震动，再后面一年上海龙，一共就四个对吧？对，没错。上场是拿三个冠军，明年就会是我们广州 Charge。我倒没这个理想。没有梦想，说不定就能实现了，是吧，曹家乐？我也没这个理想。你们怎么一点这个梦想都没有？能不能来点梦想？坚持 FMVP。梦想很美好，现实很。其实我有发现，东东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质。他虽然看起来就是比较随性，然后比较，相当于是大大咧咧的一个选手，但是他其实对待事情是非常认真的。他可能有出现一种就是你感觉他在不怎么上心的一些情况下，是因为他自己很自责，或者说他自己陷入在一个不好的一个情绪状态里面，但是那个东西所有东西都是因为他自己在自己什么思考什么进步，并不是说我并没有觉得他职业态度有问题，至少来说到我们队伍里面是这样。这些东西让我成长了很多，让我不再是活在别人眼底下。以前的我只是真的是靠别人评价而活的，并没有真正的喜欢过自己。其实这些事情对我的冲击也挺大的，就是说我觉得这种其实你连续用
几年的社交软件，你突然说说不用就不用了，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吧。但是从我不管是什么事情以后，就再也没有，基本上没有用过什么像微博这种社交软件过了，最多用用 QQ， 然后有的时候去在粉丝群里面跟大伙儿讲几句话，然后其他的就再也不会去看那种各种各样的评论也好，看以前的，看赢的比赛我也基本上不会再去看那些评论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又会有谁看得上你？ Actually, this season, Piggy and Trey, and then Tidala were still in Korea. So I don't think we really do our best. So next season, I really look for we can do better, and then we can improve our structure too. Even after the winning or the losing, regardless of the result, I think I couldn't, with the team, celebrate with the team together, and I couldn't empathize with team when we lost. So those two are most hard things to me, and like I couldn't go best hide law in the world. So抛开每场的那么远的 C 九事实不谈，我觉得这个大问题真的没有太多。太爽了。